生命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想想为什么要大望鱼呀、啊、就是为了要人家的供养啊，为了要求人家的供养，所以才会说我正果了。佛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下仙做饥荒，没有饭吃，出去托钵经常都是空钵啊，婆求河边的比丘有60位，他们在托钵生活，你们接下安居3个月，如果要托钵也是很困难的啊。可是他们就彼此互相赞叹，哦，某某人证了阿罗汉果嘞，某某人又是3果耶，某某人又是几果耶，这样子彼此互相赞叹。那村子里面的人呢、啊、听到，哦，我们这里不得了啊，有那些大比丘们他们修行啊都证阿罗汉果耶，哦，有阿罗汉在这边不供养太可惜了吧，宁可自己不吃拿去供养比丘。因此他们3个月就很满足啊，吃得肥肥胖胖的，3个月圆满了，7月15解下了，16去见佛。各地方来的比丘都是瘦瘦的，饿得半死啊，因为做饥荒没有饭吃，托钵经常是空钵，命能够保存到现在就算不错了，都是很辛苦。只有婆求河边的那些比丘们来，佛一看，哟，不得了，他们都是肥肥胖胖的，哦，这么好的供养，吃得那么肥。佛就问说，你们接下安居啊、这个身心安乐吗？好吗？这些肥肥胖胖的比丘说，是是呢，我们很好哎，哦，我们吃的都很满足哎，能吃个小饱呢。人家都没饭吃，你为什么又这么好啊？但是我们用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我说甲比丘说一比丘证阿罗汉果，一比丘说丙比丘证3果，哦，这样子他们都证果，他们听到哦，这些比丘都证果了，所以那些在家人呐、啊，把自己的自己要吃的份呐、啊。都拿来供养我们，所以我们吃得很好。哦，当时佛就大声把他喝止，世人啊，你没有证果，为什么说证果呀？这就叫做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如果说大妄语主要就是要求人家的供养，爱爱着世间，爱着身心的享受啊，叫人舍己来供养你啊，那么这是爱魔。不该说的随便乱说，说多了变成见魔。什么叫做见魔啊？邪见，邪字邪见啊，破戒还有可以忏悔还有解脱的希望，破戒问题就大了。破戒呢、啊、这个戒正知正见一旦破了以后，要了生死的机会就难了，而且就要下地狱，因为这个破戒的问题很严重。到了后边的这个51魔那边呢，再来说就是戒魔的问题。假如你想要证三昧，虽然没有三道营，身心都不会，可是你还打大妄语来贪着世间，要受人供养，这样子方法来取得供养，成爱魔。那么失去正知正见成见魔，所以叫做成就爱见之魔。因为不能成佛就成魔呀，
啊，所以这个很可怕。由此是如来种，种是种子，能够成就如来的果的，能成佛的种子，就由这个大妄语而遭到消灭了，失掉这个将来成佛的种子了，所以叫做是如来种。什么叫做大妄语啊？下面就提出来说，所谓就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说明这个大妄语的这些名称。为的，为证，念证，这是总义。还没有得到圣果，说你得到了，位就还没有。为证，念证，还没有证果，是自己称我已经证到了，那就是为证念证。为什么这样做啊？或求世间尊胜第一，我要求在这个世间法上，你们应当要知道我是最第一的，没有人比我更高的。为什么要这样说？贪求供养，为前人言，就是对前面的人说下面的话，就是想要他的供养，想要他的尊敬，就对于这个前面知道这个人可以欺骗，那就对他这样说：我今已得须陀原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道，就是声闻四个阶位的果位，诸国二国、三国、四国。说我呀，已经得到出国了，出国须陀原，须陀原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入流，也叫做欲流，欲肉胜流，就是已经证到出国，那么就是见货八十八十已经断了，只剩下私货。证出国须陀原入流，欲肉胜流，从此之后，就是也属于胜流之内，不在凡尘之内，所以他见货八十八十已断，证到出国须陀原，欲肉胜流这个果位。或者说我证到二国斯陀含，斯陀含翻成中国话是一来，因为他已经把欲界的私货破了六品，剩下最后三品下三品，下上下中下下，这个最后三品能滋润一生一番的生死，所以他还要一来人间，一来人间就可以证阿罗汉果了。所以斯陀含叫做一来，就二国，那么就是见货断了之后，进一步断欲界私货，欲界私货断了前六品，那就叫做斯陀含。三国叫做阿那含，阿那含翻成中国话叫做不来，因为他已经把欲界九品私货断定了，所以他不再来欲界，不再来欲界，这个三国圣者呀。如果他在人间修正到三国，那么他就要升到色界天，色界的无尽居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升到这个无尽居天，这是三国圣人所住的地方，从此再进修正到阿罗汉。阿罗汉道是四国的名称呐，前面三国叫做国，阿罗汉叫做道。为什么前面叫做国，而这里叫做道啊？有它的意义。前三位啊，出国、二国、三国啊，是贤位，圣贤的贤，贤位，贤位成国。阿罗汉是圣位，去入声闻的圣位，最高的境界，所以叫做道。道是指他已经把三界的见货八十八十、私货八十一品完全断尽了，这个初世间的圣道他完全证到了，所以阿罗汉叫做道啊。不但这部经呢，其他经里往往也有这种说法，前三国称国，阿罗汉称道，因为前三国是贤位，阿罗汉是圣位，所以叫做阿罗汉道，简别不是前面贤位。这是声闻四国，佛在世的时候，如果比丘证到四国，世间人听到啊，懂得佛法的人非常尊重，哦，这不容易啊，证到四国阿罗汉，
这是最高的境界啊，不得了的，所以人家会非常尊敬。那么供养就是源源而来，比之佛圣，这是圆觉圣。比之佛，印度话原来就是比之迦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圆觉跟独觉两种。初有佛事叫做圆觉，因为他听佛的十二因缘道知道轮回生死是流转门，无明原形的流转门。要出三界，要断烦恼，就从无明下手。无明灭的行灭叫做烦灭门，修烦灭门的十二因缘而由此悟道，正到比之佛国叫做比之迦罗。初有佛是叫做圆觉，因缘的缘由修十二因缘而悟道把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分断掉，而且把习气也去掉一部分，这个叫做圆觉。初无佛事，没有佛出世，他自己呀观察世间的无常变化由此而悟道的，那个叫做独觉。这些道理在前面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所说的这个三十二应里面就有了，已经说过了。佛陀说我知道比之佛圣圆觉圣正到圆觉的果位，或者是说十地地前诸位菩萨，这是菩萨的阶位那么这个名称就是三圣了。四国是声闻圣，比之佛是圆觉圣，十地等是菩萨圣，这是行菩萨道求成佛境界最高，这是大圣佛法我就说我已经在十地当中证到第几地呢？这个十地就是平常说的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第三发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难生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缘地，有这十地这十地叫做十圣，就是圣位。地前就是初地之前，初地之前就是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叫做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道理在后边呢第八卷有说地前的诸位菩萨，实地的诸位菩萨，说到这些名相，说我是初地菩萨，我是二地菩萨，或者是我是十住菩萨，我是十回向菩萨，把这些菩萨位随便举一个认为他已经证道，实际上没有，是空的，自己说证道了，那为什么说这些话？求比利礼忏，贪其供养，比对方，就是你跟他说的那个对方的人你知道他有供养，知道他会供养你，所以呢说你证到什么国了他要求忏悔，过去造的业力很现象很多，我要向这个圣人呢正国的人来求忏悔礼忏就是求忏悔过去的罪业向这个正圣国的人礼拜希望能够消业。真正正国的人是可以的，是能够的能帮助他消业，可是您这是假的希望不实的所以您说的目标用意就是贪其供养，你贪求对方他能够有很多供养来供养你，让你受用很足，这样做不对的，不好的那么不但是不能了生死而且增长这个烦恼，将来又堕落所以说是一颠加消灭佛种，一颠加就是一禅体，跟涅槃经说的一禅体是相同的就说明他这个人呢这样子做，说大妄语，这样欺骗人所以前面的欺是偷，这是欺骗世人而来求人家的供养，那么求人家的供养是大妄语，说的大妄语话，
得到供养，那是偷盗。所以前面的七十偷跟这个大妄语有连带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说这个话，你变成一禅题呀？一禅题就是断善根，翻成中国话就是断善根，把这个善根断掉了啊，多可惜呀！一个人要种一些善根，谈何容易呀？只为要供养，说了这个没有得到的妄说得到，没有正果妄说正果，结果就变成一个一禅题，因为把自己的善根断掉，把自己善根断掉了，就消灭佛种了，成佛的种子就被自己的这个大妄语啊，把它消灭掉了，多可惜啊！世人往往不知道这个道理，随便乱说，结果害到自己。这个主要还是指出家人呐、在家人说他这到什么国，人家不会相信。在家人如果论修行，在声闻位，顶多只能证三果。按照声闻的教典里面说，在家人只能证到第三果阿那含，出家才能证阿罗汉果。原因就是在家居士相许心不断，因为他无论衣食住行样样啊都有继续的，所以顶多只证到三果。这是声闻法里面是这样说，要出家才能证到阿罗汉果。那么现在你把这些善根都断掉了，所以叫做断善根人，把成佛的种子都遭到消灭，多可惜啊！要发心很不容易，结果一个大妄语就把这个佛种啊加以消灭，非常非常可惜。不要因为这个话说的很简单啊，好像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呀、说句老实话，地位越高的大德比丘，往往最容易违反。戒律里面说，人家尊重你，跟你说啊，你是阿罗汉了。假如你没有赶快回应说，不是，没有不，那你就犯叫做莫忘语，莫不讲话，默认呐、默认。你是阿罗汉了，你没有表现，没有说不是，那就默认，默认就叫做莫忘语，莫的大妄语，默默也违反大妄语。有人喜欢这样子尊重，你是佛呀，你是菩萨呀，那就马上就欢喜，很欢喜的，没错，我就是吧，这就是已经莫忘啊。没有说出来，已经犯了莫忘语，很可怕。我曾说过地位越高，说话有很多往往不实在的事情呢，他马马虎虎随便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殊不知在戒法里面呢，它是有严格的规定，不可以这样随便的那么往往地位很高，就说那么人家尊重你是什么，你就自己承认我是什么。按照声闻戒法里面说，如果你自己说我是佛，就犯偷懒遮罪，就粗罪，要向四个比丘忏悔。所以说我是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你现在是凡夫啊。你现在是凡夫，只可以说你将来可以成佛，现在并不是佛。那现在你冒认说你是佛，那这就成为大妄语那么这样子做，把自己的善根断掉了，很可惜。下面哪一个比方说，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多罗木是一种兽的名称印度有这种多罗兽木很奇怪的，如果你把它半腰斩断了，它不会再发叶，从此就死掉了。这个多罗木长得什么样我不了解，我也没看过书本里面有没有详细说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情况就是拿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很多这个
槟榔树吧，拿槟榔树来编，我看差不多。因为槟榔树你半腰把它斩断了，它美国发硬啊，不会再发的啊，都要消灭掉，都会死掉。所以这就好像有人呢拿刀把多罗木半腰砍掉了，从此就完了。那么自己打大望鱼，就是等于把自己的多罗木砍掉了啊，从此不会生长了，所以叫做消灭佛种。佛即是呢圆润善根，无佛之见，沉山苦海。佛对这种人加以授记，说这个人是人犯大妄语的人啊，圆就润就是消灭，他的善根就从此断掉，从此永久断掉善根，要再发心那就恐怕就很难了。无佛之见，要再得到这个正知正见来修学佛法，恐怕就很难了。所以对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万一无意中说了一个大妄语，赶快忏悔啊，最好要注意不要说出来，问题就很容易啊，犯到自己的善根被断掉了还不知道。涅槃经里面虽然说是一禅题呢，但是应当佛性还存在啊。那么虽然是断善根下地狱，但是他最后他的佛性还是存在，也还有再发芽的机会，可是不晓得到哪一年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这里说永运善根，善根永久从此断掉，要再求正知正见就难了啊。所以沉山苦海，山苦海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三样都是最苦恼的地方啊，尤其堕落地狱是最苦恼的地方啊，鬼道也是最苦恼的地方啊，畜生道也是最苦恼的地方。沉肉于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的苦海里面，想要超出世间，要从这个三途里面超出来啊，三途一报百千劫啊，再出头来是几十了啊。那么三途一个果报就是要经过百千劫，那么久时间很长，等到再出头做人是几时啦，要什么时候啦。所以呀，现在求证三脉，不但不证三脉，而且要堕落，所以不成三脉啊，不能成就这个无上菩提的三脉。想要断烦恼了生死，结果被这个大妄语就遭到破坏了啊。所以我平常因为我初学佛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啊，慈老就要我好好的在戒法上下功夫，所以在戒律方面我下过功夫去学习研究过。对于这个大妄语我特别注意啊，所以平常我如果听到人家说的话不实在，我都会一种不良的反应，就是这个人呢、说话真是不可靠，没有标准啊。例如有个民国三十八年他是从大陆来的，刚刚来到台湾啊，那么到了这个中立圆光寺啊，那么到了圆光寺嘛，方丈和尚就是妙国老和尚，这个人一到了这个圆光寺啊，那么见到这个方丈和尚啊，可是彼此他是外省人，讲话不通啊，就是要我去当翻译啊，我帮他做翻译话是经过我翻，两边都是这个妙老的话要翻过去给这个对方的人听，对方大陆来的人的话我也传过这妙国老上听，那么我为桥梁啊，解通他们两边的话。这个人过了几十年了，他写文章，他说他来到台湾了，一见到妙国老上啊，妙老的话他就听懂了。哎，他没有想到我还在这人间呢，我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这怎么能够骗得过啊？他明明当时我在翻译，哎，我很清楚的，我帮他翻译，可是他现在说他一来就听懂了，这个妄语啊，我说这个妄语跟大妄语相差有限，差不多吧，啊，就像这种
啊，随便说话，没有标准，啊，而且地位越高，这种话更是随便说出来，那是实在不该有，啊，让人不敢相信，啊，认为既然这个话尚且都随便乱说，那么其他可想而知了，那么这个人说的话就没有标准了，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大妄语很可怕的事情，不能随便。我也曾帮有一位很有名的啊法师当过翻译，啊，我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些问题，有些根本没有事实，随便的自己造些东西出来，啊，我当时想起来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讲话呀，啊，我有些地方可以婉转改过方法，只要让他不会发生比较严重问题的，帮他改变。我当时从前在翻译的时候啊，我经验很丰富，大陆来的那些老法师，我帮过很多法师翻译，啊，那么这个翻译的时候啊，他讲的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漏掉的，漏掉没有讲到，但是这个不讲不行的，前后没有办法连贯的，我懂得，我都会帮他连上。我记得民国40年，还是也许是39年，大行法师到狮头山，可能是38年、39年了，应当是39年啊，这个年我已经不很清楚。大行法师到狮头山去，他请他讲开示的时候，我在翻译，那么当时啊，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是他在讲三规啊，漏掉三宝，我把他补上。哦，他听得懂，下来啊，他向我感谢，他说我讲忘掉了，佛法没有生，这怎么行啊？你帮我补上，太好了。这是我的经验，啊，经文的我灭度后留下次讲，下次还讲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把这个经文讲完就是过年啊，就是还有一次，下次个星期天把后文讲完啊，下午。护持台湾救狗协会，邮政划拨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划拨账号500016766，500016766，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8660，012001198660，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走走流浪的